開心嘅，開心嘅啦，開心嘅。因為知道只馬贏咪中定三添，咪冇錢買只馬嘅。即係其實上場贏完之後，都對只馬嘅前景好好，今次都諗住贏緊㗎啦。只馬因為Primitive 需要時間啦，咁而家都適應咗，咁啊開始好啦啊。希望上二班都仲有表現啦，你驚唔夠熱啊？係咯 ，OK， 冇問題，多謝曬 ，thank you。